Sie nur für Hunde! Können Sie so eine Zelt aus dieser Lobby? Und ich sage, was Sie wollen?那你们不是要来领喇叭吗？那我想说，那请外面向大有好几位都有见过像那个洪崇彦啊，你们在外头哦，有阻碍交通了，那你我又来领喇叭哦，那请你们赶快过来这边领，我们要准备好，因为办一个相关的手续就给交还给你们。哎，黄崇彦，你的新闻啊，在紫薇这一步，金华大员的花车哦，来，妨碍交通，你的新闻啊，已经违法，我第一次啊跟你警告，请你不要做这个行为。 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就是中正一，他扣留了我们428占领忠孝西路当天，我们需要来维持现场民众的一个喇叭的一个音响的系统。 我们跟律师们谈过了，中正一现在扣留我们的喇叭是于法无据的。喇叭，它不只是一个喇叭，它还代表我们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身为一个常常支援社会议题的厂商，我始终认为，我不只是一个厂商，我还是一个。 参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我们在各种社会议题的现场提供实质的声音基础，让我们人民的声音可以被表达出来。但是，在4月28占领忠孝西路当天，警方没有理由的就派了霹雳小组来强行把我们喇叭夺走，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就要把我们的喇叭抢走，他抢走的不只是我们的喇叭，他还抢走了我们人民对这个政府制衡的权利，我们人民向这个社会发声的权利，大家说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回的不只是我的喇叭，我们要的还是我们人民对这个社会，我们人民。 自己做主，自己发声的权利，大家说对不对？好，那现在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喊我口号，喊个口号，我喊方仰宁，大家喊还喇叭好不好？方仰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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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仰宁。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喇叭的发声系统？因为其实我们不只是在现场。 要表达我们诉求而已，这么简单哦。其实透过这些发声的喇叭、这些系统、这些音控的音效的系统，我们在指挥台这边，我们才能有效的维持现场的群众跟警方之间不要扩大的发生这些冲突。而且我们其实在现场，如果当天各位有在现场的话，其实我们透过这些音效系统，我们指挥台发出的讯息，完全都是呼吁。 现场的民众，我们全国配合平台这边发出的讯息都是呼吁现场民众不要主动的去挑衅警方。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其实警方是不断的主动的逼近民众，挑衅民众，用一些暴力的行为，甚至以水之方式，水炮来攻击我们民众哦。他在这场行动当中受伤的状况，那我觉得警方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因为。 他们把我们这些发射系统完全的主角、完全的阻断，那我觉得我对于中正一分局方仰林局长，我们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131条等等的规定，对于所谓犯罪物的查扣，也就是扣押，第一个，他要有怎么样？他要有搜索状。第二个。
没有令状的搜索，也就是所谓的附带搜索或者是强制搜索，这个部分都怎么样，都必须要在事后跟检察官还有跟法院报备。我想要问中正一分局，你们报备了没有？你们有没有检察官的令状？你们事后在一天内有没有跟法院报备？有没有？当然没有。所以呢，我们强调这个查扣绝对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好，我们的警察职权行使法，警察职权行使法的第21条其实写得很清楚，什么样的东西警察可以依职权做及时强制，也就是查扣。第一个，军器，大家有没有听过军器？军事的军，也就是枪炮弹药啦，就是这些东西。第二个，危险物品。各位，喇叭危不危险啊？不危险。喇叭危不危险啊？不危险。可能只有马政府才觉得它非常危险啊，所以它根本不符合扣留的要件。更遑论他在扣留的当天，没有人被请到中正一分局去做怎么样？做查扣所有必要的书面告知作业，以及开具、收据等等的明细清单给所有人，或者是给持有人。我要问中正一分局的长官，你们有没有做啊？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当然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怎么还会在这里？所以，我一再强调，不是只有一只两只喇叭的问题。我们这次的行动谈的不是只有一只两只喇叭的问题，虽然我们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感情，但是我要说的是，强扣喇叭其实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要制造人民的寒蝉效应。我想问方局长，如果扣留是合法的，为什么要还？不应该还，对不对？是不是先出来承认扣留是违法的再来还？对。大家有没有看过九品芝麻官？周星驰主演的。他拿出那把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之后怎么样？说这个只是还娱乐效果，对不对？你把它吞下去我们就算了，好不好？你把喇叭吞下去我们就算了。刚刚两位律师一个表达了对于喇叭深切的欲望和渴望，另外一个律师告诉我们喇叭要吞下去，现在就用一种技术性的教学告诉方养林怎么吞喇叭。我们今天可以理解警察因为这段期间的排假休假不顺，机遇难耐，看到大喇叭就想要抢回去。我个人对于警察这种对于性的追求是非常非常的正向，然后也很感动。只是抢了两个大喇叭在里面吹，是有没有吹出什么心得？想要吹喇叭或者是被吹都没有问题，不要再抢别人的喇叭了。大家跟着我喊，开心吹喇叭，开心吹喇叭，不要抢喇叭，不要抢喇叭。请问童志伟先生在不在？我就是。好，那你待会要将陈列书给我，那待会去我那边了。我把喇叭哦，待会的距离的东西啊，那个我们一并了，把喇叭交给你。好，谢谢。你可以说。我们警方啊，一切依法办理。你什么？你把衣服都放。回答你什么法？音响吗？音响啊，两个喇叭，对，保林电音的哈，签个名就好。不要急啊，后面的。要不要什么？好，那么这边写个日期，好吧？大哥。对。今天五号。好，谢谢你。谢谢。我们一个人签就好了嘛，对不对？对，一个人签就可以了。谢谢。那么这个两个喇叭因为很重，那你们搬得了吗？可以。可以啊，好。来，各位，让条路，让喇叭通过。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啊！拿回我们的喇叭了。我们下面条路，这是应得的，这是应得的。我们不用涉嫌中正一，这是我们应得的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要换掉。